哎呀，不知道是不是小朋友们声太大了，这只鸟儿受惊吓了，飞不起来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看一下。我个天，顺利了，去给他做个教室了。教啊！他连教不上，咱们得动了。干应该忙呢。干应该忙会嘛？哎，别去啊！哎，走开！这应该活不了了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为什么就飞不起来了？哎，把它重新放个地方吧。也不知道，肯定不能活了吧？这个应该是受伤了，飞不动了。看起来比较害怕。咱们就把它放这里吧，这里面。这里面可以挡风。啊，再给它弄点米给它吃。弄了点花生米给它，不知道吃不吃。应该会吃吧，这么大的鸟，它这百分百是生病的，翅膀也没有受伤啊，我去，不会禽流感吧？看它造好了，明天早上过来看一下它。啊，剩下的只能祝它好运了。不知道能不能挺得过今天晚上，肯定是生病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救助他。哎，好运吧。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朋友们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